他怎么从我们家出来？他难道不是我妈的包吗？不好，他肯定是个小偷。叔叔，你要出门啊？我正要出去呢。小区的门锁了。出门锁了？对呀，你没接到通知吗？今天全员核酸都不能出去，除了不在家的，今天全部要做核酸。哎，他们要下来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我先进去躲一会儿，等检查的人走了，我再溜出去。